Buenísimo.但你还是要略微的慢一些，推出去的时候不着急，好，特别是当内收的时候，从空腹收回来的时候，在里边保持久一点。当保持久了，你就会发现一个变化，你旁边的腰外斜肌它就不需要去工作，腰外斜肌这样子会挺辛苦的，因为你要把腹直肌这个表层的肌肉推到里层呢，就是推到中下层。然后这个中层的腰外斜肌，它就必须要工作，它就会工作的很辛苦，好，它就会变得强壮一些。有没有侧腰，真的是看腰外斜肌的。如果这一个就是这个斜杠的肌肉，它收的不紧，也就算是很瘦的人呐、啊，他都是比较直的。除了就是有的就是比较丰胸、比较翘臀，把腰显得很细之外。通常来说，亚洲的这种身材，他都会感觉比较直，就这个线儿出不来，是这个肌肉收的不够紧。好。Doris 今天的感觉如何？很好，很好。就是练内。我们这里其实只有30-40分钟练习，就刚好刚刚够，也不能太厉害了。老练法超过1个小时，你会发现你的内脏的承受力也很厉害。这半个小时就差不多了，我觉得就算40分钟就好了，再多一点觉得确实有点，对对，有点。这就是最大的限度，所以这个课程一直就没有像我们有的教高级的瑜伽课是教1个半小时的，就是这种锻炼胳膊和腿的这些肌肉力量，因为这些肌肉力量够。脑力法的话，其实是20分钟到半个小时，看个人的就是本来的练习的程度。我也觉得完全够了。对对，就是它只能是这样一个时间。对，也是很好了。你里边的腰外斜肌是一直在动的，多尔斯，当你练的时候，收回去的时候多用一些力往内收。我就没感觉到，是他之前是没感觉到。因为它现在没有，它比较散，这个斜肌，这里斜肌呢有个很大条，接走过来是很大条的，但你的比较散，其实这里有很多肌肉，所以你就会感觉哎。你动的时候呢，你的腹直肌稍微有点斜，其实你内层的这些斜肌，它已经知道这样子在用力了，只是它比较散，像一个沙一样的比较散，所以你在外面不是很能看得到，但是里边它有在运作的。我呢，它是把它扭成一股了。所以你就很明确的看得到哦，这一个肌肉到哪里了。就是要每次都把它练到极致，肌肉练到极致就会长，用不到极致它就不会长。身体的性能是这样子的。对，一定要保暖。像，基本上冬春建议大家是穿袜子，然后呢，还有特别是你的脚。就是整个脚和膝盖一定是要保暖，还有就是我们的后脑勺的这个地方的颈椎一定是要保暖，其他位置就稍微有时候凉一下没关系，只要这三个位置任何一个位置凉了，你都容易生病，免疫能力都容易变差，好，对，它血液就会不通。
所以每次到这边圣诞，因为他有些袜子嘛，像圣诞的一些就是穿上去很好很酷的那些里边有白色毛茸茸的那些袜子，到圣诞的时候一般我都会，我不买我婆婆就会给我，后面我发现挺有用的，就是那个可以保暖，他穿的不久，洗过之后就没有什么用了，可是呢就一个圣诞别人送你几双你就穿那个袜子，就是新的袜子都会挺暖的，因为你会发现一个就算保暖的衣服洗过之后都没有之前那么保暖了，它里面的确很有用，新的是很保暖，它不是要便宜要贵，新的很保暖，因为我就会发现我姐姐她会送我爱马仕的东西，那些丝绸的按理来说是真丝是很保暖的，结果呢没有，就是那几刀一双的那些袜子，或者呢就是几刀一个的那种新的围巾保暖。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那个。对对对，你可以上来吗？到时候你可以看到了再下。到时候看看哈，到时候看看你时间哈，到看看家里。好，大家继续练习，大家继续练习。啊。不是报的，真的现在因为一个政府是也挺那个用功的嘛，那个我们那个就是先生的影片还是不同意是吧？对。哎，不用不用，你这不用聊，聊的就是岁月多，好吧？好的。发音的时候把这个音发出来。这一个声音，这个 on 的上呢，只是不可以，但是大家一般，每天就是什么时候都可以念，只是不可以在其实是一个太阳历，在晚上十二点，就是这一个我们叫阴阳天地交错的时候练习。大家那时候一般都在睡觉，所以碰不到那个时间的。它不是说我们美国时间、中国时间的十二点是太阳历，美国时间现在太阳历的话，应该。现在也就是差不多那个时间，提前一两个小时或推后一两个小时，通常是这样子，所以大家不用在意什么时候都可以练，你撞不到那个点，我练习这么多我都没有踩到那个点，晚上十二点不练是不是？就是是太阳历的时间，不是说美国中国的时间，是我们地球跟着太阳转太阳历的时间，我们在这个 solar system 的这个太阳系里边，那个时间不能练。是太阳什么时间？我听不懂。太阳历，就是你上网去搜太阳历，它我们就是美国的这个日历、中国的日历都是人为的，但是我们有一个，我们地球跟着太阳转动，这个是跟磁场的，人为解决就是不是人为的，是跟着这个时间，所以大家放心念，撞不到这个时间，我都没有撞到过。它不是我们美国时间的午夜十二点，也不是中国时间的午夜十二点。是太阳，就是太阳月亮就是交接的这个时间，就很黑的那很交接的那个时间，那个时间也就是那么几秒钟，很短，所以大家撞不上的，所以就是整天都可以练。我还故意有时候想撞一下那个时间，练了之后会怎么样，我都没有撞到过，所以不会。但是老历法呢，一定在空腹的时候练。
有时候你喝水可以，一定不要是胃里边就刚吃了东西，或者呢你之前吃的很饱还很饱胀的时候，三个小时，就是你与你吃东西至少是三个小时之后，哪怕你吃很饱胀，肚子还是胀的，三个小时之后才念。要不胃它的，我们会就是人为的去破坏了胃的一些正常的运作功能。有时候你的运作慢的时候，你可以人为的去破坏一点，但是现在你不知道自己身体状况，就那个时候不要念，就吃完东西至少三个半小时。脑力法不是随时都可以念，最好最好的就是你空腹饥饿的时候练习，因为那时候是细胞层面的一些排毒和净化。如果胃里边有东西，细胞层面的一些净化是不会产生的，它只是帮你就是肠道里面加速一下循环，子宫里面加速一下血液循环，帮你排更多的毒素。但是细胞层面的净化，一定是你胃里边肠道里面是空的情况下。因为我看大家现在练的都没有便秘问题，所以呢就可以这样子。他们很多练是有便秘问题，那要一开始把便全部那些宿便积累了很多年的垃圾全部要排一段时间，可能好几个月，全部排出去之后才可以发生细胞层面的恢复。因为科学已经证明，你就是肠道里边有垃圾，胃里边没有排空的情况下，你的细胞层面的分裂修复和进化没有办法产生。所以大家饥饿的时候念是挺有好处的，你觉得饿了，因为这个只有一两分钟，你念完再去吃饭，念完之后就大概休息一两分钟，不要马上急着吃，或者直接有时候我饿了就直接吃也问题不大。可是饥饿的时候念就是细胞层面的一些进化，而在我们现代就是吃了很多不断进食的时候很难发生，这一点大家把握好。因为上堂课讲到发嗡的这个声音，或者大家在练脑力法发嗡的时候，当你大脑之中所有的没有，我们大脑里边你知道吗，就像我在这里讲话，现在我的思绪比较少，通常有8000多条的信息，就是我们的后台，就要就像我们的手机，你觉得你已经关机了，但是后台有很多信息，它在操作那个 default， 它在操作。我们大脑这样的，它有8000多条，大概正常来说有8000多条的信息在不断的在这里自己后台操作。当这些都抓捕下来，你大脑里面真的无一物的时候，那时候你想到一些东西，你是真的有外在的一个能量场给吸引过来，可以帮到你。因为像我们物质层面，其实它可能还在二维，顶多就是三维，我们人的很多想法在三维，但是呢这一个能量场反正是超越三维的，具体几维我也弄不明白，它就可以帮你达成这些比较，就是叫我们的 dimension， 就是这个维度比较低的东西，就很容易，就是你可以操作它。我不能像我导师说的，就是上帝都要为他服务，但是呢你就可以把这些东西，哎，当时你的一念，它其实很快，它经过一些特殊的方式就是来到你的生活中，不管你想要的是一些物质的还是精神层面，反倒比较难。其实物质层面其实相对比较简单的，我没有同我通过导师修的路不太一样，因为我人生还有一些追求，我就没有说就是想，因为像我去年就到那种程度，我觉得不好，我这个年纪不应该是躺平的时候，就对很多事情对物质的没有什么兴趣。直到这段时间家庭发生了一些事情，我先生出了一些事情，我才知道你只是有些数字只会挣钱是不行的，你得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名望，否则呢你同他就不在一个楼层上了，所以你们的对接和谈话就会有问题。所以我之前呢是比较活在自己的世界，我也是 一路走一路悟，每个人人生不一样，现在我慢慢的走出来到社会中，同学校同其他的一些去接触，我才发现我欠缺很多，就是你的思想太不真了。
一般修行就是像瑜伽也是一种修行，如果真的是练的明修这一块，你就越来越不争，你很能容易得到一些东西，你都不想去得，你不想去得你就不会得，你还是得想要才行，不管是职位金钱还是一些其他的东西荣誉，你还是要去争取，你不能说去争夺，我觉得这个有点不太好，就是你还是要去争取，所以人还是得有所追求，还是要去争取一些东西。我就发现我在练习的其他，我也很久没有练其他什么的，就是当你心情只要有杂念的时候，其实这个磁场不知道会帮你什么，还是说这个杂念的时候你的身体你的能量场是堵塞了，你发不出这种信号，就是你的就像是我们打电话就是嚓嚓嚓嚓嚓的杂音，那磁场它不是我们语言是人类的，它接受不了你人类的语言，但是它能接触到你这个思想发出的这种能量场的一种分子原子粒子的这种碰撞，它可以接受得到，但是呢它就你就要非常的纯净，让你对原子我们人体的能量很小的碰撞只发出一个信号，它就很清晰的能够接受得到，就知道你要什么。大自然确实是很丰厚也很慷慨的给予的，就整个能量场，但是在有很多杂音的时候，大自然根本听不到你的声音，就这个能量场它帮不到。这就是我就是躺平了前两年的那种到现在的感悟。我也不知道真的要在就是完全你不求的情况下才能得，还是说你求得到，所以我试试看，我今年试试看，今年我是有追求的，我是去求的。上次说你那个100万后来是怎么实现的呢？就是去年到今年，你看我教的是不是很轻松，就是建立了一个 CG Lifestyle 嘛，建立了一个公司，大概就是就由我现在就是两个医生三个，我只有两个学生，两个医生三个教练，然后呢就帮人做，就是其实这个很调节心理情绪，我们做一些情绪上面的调节，还有就是心理方面的咨询，还有就是这个瑜伽的一些，其实都是通过瑜伽但是去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那你就会发现很多这样的人可以付很多这样的费用，有其实我们收费也就是12000，但是你知道吗，有一个学生他学了2期，其实收费的话第二期会减一半嘛，也就是总共才18000，可是他捐款就捐了10几万，就是这样子，就很快，就很奇怪，他觉得真的帮到他。我们一开始也不知道他的状况，网络我们是不了解客户的财富，只是他精神他需要咨询的一块的问题，而且呢后面才发现，现在呢为什么不做这一块，我就是后面才发现原来这些咨询就是我没有医生的执照，需要很多的执照，别人也不建议，我就是去做了这个事情，其实按理来说后面看人家心有点很虚，就觉得在美国的这种加州的法律情况下其实是很麻烦的，就是我没有这样的执照，我也有做这样的咨询，那后面就交给医生，我没有执照都有收费做这样的咨询，其实是很麻烦的一个事情，那这些也很平静就过去，因为他真的好了，他也找了很多心理医生，他说他不关心你有没有执照，有用就好，他很痛苦就很有用就好，所以就很容易，我们服务的其实学生没有很多，就20个都不超过，也没有到真正100，就是9，快到差几千块，还差几千块，就是我就略付40万，我就略付100万了，就到也是99.9万多少了，就是到后面差几千块，一直到最后我还想争取一下，最后都没有。但是呢，这个是分开的，整个我收入这么多，但是他捐款的，我们公司不是有个捐款吗？捐款的那个部分我会去助学，所以为什么今年我做教育呢？中年儿童奖，我会去助学，因为捐款这一块不能是我用。我当时也没讲清楚，我捐款我没想清楚我要拿去干嘛，我也不认为有很多人捐，所以呢，我都没有想清楚是用来干嘛的。可是捐款就30多万，我有公布的，其实之前都有公布。到12月份的时候，现在1月份嘛，有30多万。
然后呢，其他的收入的话也有，60多块70万，就差不多就是100万。可是30万我们是用不了，那其他的呢，其实是加州要交一半的税，那其他的也只能是30多万。然后出去的那个教练的那些呢，还是不错，就是比一份普通的就是工作要好很多。但是总体来，你的收入这么多，税收呢是政府你必须要交流的问题，算下来你是拿不到这么多的。也就是因为这样子，以前没有挣到很多，我才会觉得原来很不公平。因为当你到你账户，你就认为应该是你的，那你还要拿出去这么多，其实你会觉得挺不公平。我那时候才觉得我没有修炼到什么程度，我要诚实的面对自己，我还有很多贪嗔痴，我还会觉得想要避避税，可是呢也不应该。可是我真的有这样的想法，我当时第一个感觉，我交一半的税，我交的比别人收入还高，所以呢我要避一下税。但是咨询了很多那个会计，我甚至不用公司的会计，才发现这是不合理的。你本来就挣的就是在这个时候，大家就是觉得我会觉得不合理，但是你不这么做，真不会觉得不合理，会有麻烦。我在总结呢，实在话啊，如果不是算上中国的话，这是我在美国，在美国10年，这是我第一个100万，而且在一年。真的就是在一年的时间，因为大家都知道我1月份、2月份去年才建立公司，然后到12月份，甚至一年的时间都不到，所以我就觉得真的你要去适应很惊讶，而且很多东西是不合理的。你就发现冥冥之中有人在帮你，冥冥之中有人在帮你，你的甚至后面我都会发现是神在帮你，没有人了。所以呢我也去研究了很，就是直接找教会的教父和师母研究圣经，天天去他家泡着，后面发现也不是神在帮我，总之有一种无形的能量在帮我。所以我研究了佛经，研究了圣经，找不到答案，所以我就想大家试一下，是不是我们在练习的一些东西对磁场的改变，这个大的能量场，这个磁场在帮你，会把这些东西像送一样的送到你身边，非常的容易，没有特别难。因为之前我做很多东西工作的还挺难的，我也在美国有全职工作过呀，一年就是我刚来，一年才3万多年薪，周六都要上班，就是在银行周六都要上班。然后后面帮那种大公司工作也是这样子，就是周一到周五每天8个小时，甚至因为年薪制嘛，是加班是不算的，也就每年才几万美金。我之前自己工作，我每年超10万美金都没有，还工作得很辛苦，而这个我多轻松。其实我教的课在去年很大一段时间，除了就是私教，每天有一两节课，然后就是周一到就是周三和周五的这样子一个课程。我每天上班的时间就平均下来每天就2到3个小时，而且上班还这么轻松。现在是我工作呀，现在在上班。而且我有发现，我有2个老师，大家都知道是中国嘛，他们在中国，因为疫情的关系也没有能过来，所以呢，我才发现有2个老师，他们也越往，他们可以看到这个视频是，他们也越往，可是呢，他们的收入我到现在为止都发不了给他，因为各种关系，各种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也不知道是怎样的磁场攻击。因为我拿着也没用，我现在为止都发不了给他，就是除了就是每次的课程费，他们有一个固定的，也在处理公司后台一些事情，有一些收入，我现在都发不了给他。其实有一个教练现在是中国快过年挺缺钱的，我就在也尝试就是发给他，但是就是每天发一点，每天发一点，就不能一下子发给他，就好像在这我这里我用不了。实际上爱丽丝就知道我挣这个来，我只是想证明一下自己在美国的一些价值，什么东西有用，什么东西没用。我本来的条件还可以，其实对我来说就是挣的钱全部放在那里，我一分都不用花。后面我先说，那你把一半都拿去交 401k 嘛，
然后你就放在里面就行了，或者你全部放在里面就行了，因为现在不需要你有这个收入。也就是因为这样子会让我觉得，如果我零修的太多的话，我就真的是躺平的状态，我不需要付账单，我不需要就是我不需要关心这种事情，就条件还 OK， 我就必须要去争取一下自己想要的一些位置。我就在想，这个既然对金钱有关系，那我要一些职位是不是能做得到。大家也可以去试试看，就是有一个念想，可能很简单，就像武林秘籍一样，就是在你大脑里面只有一样的思维，你念脑念法和嗡，你是最终把它达到你一个，我们可以叫是一种合一吧，一种一量的思维，你跟外在能够连接起来，一旦连接起来的时候马上发出这个信号，然后就是顺其自然，开开心心的等待就行，看行不行。我不知道对我来说去年是个意外，还是说我做的某一个念想它就是跟外界建立了一个连接，我更相信是后者中可能性更高一些。因为我家就是现在所在家庭的学历啊，双博士博士啊，什么什么的，什么master理工啊都很多，又是伯克利啊都很多，但是他们的薪水的话也就是10万到30万，很难有人过30万，就是10万起这样子，因为有这样的一些学位，然后这一生呢都是要工作到退休什么样子的。虽然我看到他们学历很高，过得也不错，就中等水平，但从来就没有人就是很厉害。但我呢，表姐是个意外，我姐姐是个意外，她是唯一一个大学毕业证都没有，然后呢可以挣到过亿的，但是她是真的是很有人格魅力和很有头脑，我也没有，所以我就在想凭什么。我又看一下今年的状况，今年我也就是照着自己想的事情，我说我想说的话，我不管得不得罪大家，大家听不听得懂，我做我想做的事情，我看怎么样。就是你要让你很喜悦的去做一些事情，有时候你觉得你放下了你的东西，以前也放下了稳定，就是这种工作，就是创业是很这样子，很有风险的，你可能就是负债，你可能一分不得，你还得交税，你还得有员工的费用，你是可能是负债。做我想做的事情，除了学校他必须邀请我到现场之外，我的其他教学全部是网络。有的学生说现在疫情过了可以见面了，不网络了，我说我还是喜欢网络就是现在就是有些学员是因为我不要见面，所以他不要跟我学，没有问题。所以我就照着自己的性子，我就其实心里边也没底，就是今年再试一下，看一下年终的成果。目前来说一月份的话目前没有特别大，就是有一些新的东西进来，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收入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变化。所以今年我就看一看，今年我想要一些东西其实是蛮不合理的，就他们说没可能，那我就试试看。对，然后就是人生就要去体验去尝试，你试过行就行，不行就不行嘛，不要那么纠结。好了，我们继续再练习啊。
我就发现圣诞之后，我每次走左边右边只也只能转三到五圈，之前我可以分到七啊八十，所以呢，内脏它确实是吃太多东西，它的一些不只是长胖的原因，然后呢，它确实是就不是那么通畅，不是那么顺，因为这段时间就是吃，然后家人见面嘛也很开心，也吃到很多，我吃很多垃圾食品这段时间。咸菜呀，然后呢就是油炸的呀，因为这边圣诞人家就很用心就做给你吃的，我小因为亲人见面也很开心，我小时候爱吃，所以有时候人情方面的话也都是很难处理的，但是也是看到也想吃。而且那两个星期我是没有练，我自己没有在练，当我没有练习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我是一个自控力不强的人，有时候你突然停下来你会发现，当我一开始练习之后，我的自控力就慢慢的又起来了，就自己的想吃，可是不吃没有问题，可是平时的话就是想吃，哎，想着想着都流口水，不吃不行。我就很喜欢我先生，因为男人嘛，对某一方面没什么自控力的，他来练他就不练习，所以就没有办法。人的自控力是可以通过一些练习改变的，瑜伽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我们还有最后十分钟，大家有什么问题就可以直接问。但我的总结呢，就是大家在练习的时候，因为也要有人生其他外在的一些愿望。当你觉得你大脑里面很空的时候，当你觉得很空的时候，有时候不一定一定是，至少是比较空的时候。当你那八千多条的信息都抓住的时候，你平时要定好你的目标是什么，哪怕就是美国今年就是100万，我不知道怎么来，我不知道合不合你，不要去想可不可能合不合你，只要你完全的相信。当你所有的就是这些原子分子很就是从外在产生连接的时候，把这个信号发出去，然后等待它发生。我就是拿大家做试验了，这个试验没有什么伤害，顶多就是没有了，没什么伤害，看一下大家是不是都能这样梦想成真，我才知道是不是这种能量场管用，还是说我只是去年运气比较好，我也不知道。那今年我想做校长，我也不知道，在美国来说你连老师都没做，还有多少的经验，你也没有这样的学历，行不行？哎，我说我看挺好，因为那校长我觉得我就有时候就觉得他老是会去指导一些东西，其实他自己也不是很会，所以换我比较好，就感觉很奇怪，所以我就试试，感觉上次就是不可能嘛，有点异想天开，那我就想试试看。就有时候你的梦就会越来越大，反正你都要做梦的，大一点小一点就有什么区别了，顶多就是不得吧。你做梦你像你目标定小你也可能得不到，那你定大也可能得不到，但是呢最后呢就希望大家有个平常心，得不到有个平常心，还是感谢你最终所拥有的。因为有时候就是他定大了你得不到你心里面不平衡，定小一点你能得到你心里面就有喜悦，只要你能做到你得不得到你都是平常心的话，没有关系，目标在哪里，不是一定踮起脚尖就马上能碰到的那个当然好，但是如果你跳起来你无意中能够触碰到的呢，那个就是你的最大限度也很好。人到底有没有限度，我到现在也都是有些糊涂弄不明白，不过宇宙真的是这样子很丰盛很馈赠的，你真的可以去有很多的东西，关键是你怎么样从它传输这个信号。我就在想我是不是找到这个点，姨就很不赞成，他就觉得你在用这个，他知道可以，但是呢你在用这个去打造一些你自己的私有的东西，你到这种程度就是应该更强大，但是我现在不证明，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的有用，还是自己讲啊？证明真的有用之后呢，我再做下一步的打算。现在没有那步打算。时间到了吗？还没到吗？时间，我觉得时间到了吗？还没到。好了，我们下周三再见。好，下周三。因为你这边平时很忙。好，爱丽丝，拜拜。老师再见，拜拜。